来没有忘记当年答应过我的事，他没有骗我，以前是我误会他。谢谢。还有一会儿才登机，我们先坐着歇一会儿。段嘉许，元朗，一个高中的。元朗，对对对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哎，坐。算起来都多少年了？啊。哎，前阵子我们办同学聚会了，你怎么没来啊？啊，那次我工作太忙了，然后就没去。啊，我听嘉许说了，你现在工作干得可好了，可忙了，赚的不少吧？还行。这是你女朋友吗？哦，不对不对不对，我怎么听说你跟江颖在一起呢？我跟江颖在一起？啊？你听谁说的？哦，不是吗？哦，我也忘了听谁说的了。听错了，听错了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这嘴就没个把门。随口一说。哎，我飞机该检票了，我就先走了，回见，下次聚会记得来啊。回见。所以江颖是谁啊？啊，是我们跨年夜吃饭的时候碰到的那个女生。不是那种关系。你也看到她是怎么对我的吗？我怎么可能跟她有什么？而且我之前不是答应过你吗？如果我交女朋友了，会先带给你看的。可是我记得之前好像还有一个。啊？就是我高中的时候来颐和，你跟那个姐姐来机场。你以为那个是我女朋友？没有啊，我就是随便问一下。所以，他从来没有忘记当年答应过我的事。他没有骗我，以前是我误会他了。